我们可以啊！战斗即将开始，10秒。 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了好了，去吧，消灭你的敌人。没问题，滑鼠大将。 有英雄回到战场，可以啊！我热爱我的工作。 全自动射击，马上办，手法利落，谁叫你要自重？不是赶时间了。 撤退了，您是赶时间哦。为了抵挡万象界域，我们重新设计了克里格拉夫保卫者，准备进行实战测试。 闭嘴受死吧！说声请又不会少块肉。 家伙吧！<笑>
选择天赋。测试开始，攻击敌方保卫者，看看他的装甲能承受多少伤害。我都等得不耐烦了，马上办。来呀！全自动射击。城市的开发进度还不错。上整天也不腻，说声请又不会少块肉。情况有点危险。男子汉要有男子汉的样子，我们应该占领这座阴兵营地。终端平台，全自动射击。希望你做好打算。终端平台已连线。快点占领终端平台，启动保卫者。你或许该去一趟治疗活熊。撤退回防，保卫者准备就绪，只要有他的力量，我们就能战无不胜。早就该解决掉他。再来啊！
结果进行调整。我们跟这些佣兵交个朋友吧。让敌人闻风丧胆。男子汉要有男子汉的样子。その程度か。我中全自动射击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我迫不及待了。去东方吧！都等得不耐烦了。马上新的终端平台马上就会启动。选择天赋。你是赶时间哦。趁现在英雄们快点控制终端平台，启动保卫者。枪口前面，很好。什么事情都要我自己来才可以吗？好了好了，让我看看你们的厉害吧，英雄！保卫者正等着你们。Yeah.
就对了，不惜代价。我们跟这些佣兵交个朋友吧。大开杀戒了。没问题，华首大将军。男子汉要有男子汉的样子。我终于完整了。不惜代价。动手吧。回来的，终端平台启动，快点占领终端平台。超讨厌挂掉的。
攻击。我要确认保卫者能承受多大的伤害。就多大？应该进攻这里。动手吧！我们的敌人摧毁一座堡垒。その程度か。哦，那真的好痛。男子汉要有男子汉的样子。在我启动它的时候，维持终端平台的连线吧。马上吧。动力输送到终端。占领终端平台，你就能操控保卫者。说争取又不会有坏人。我们必须撤退。各位英雄，看来你们学到了不少。Thank you.